终于到了，之前我在我的微博 ins 还有我的朋友圈短视频发过一间帮客人正在买的房子。嗨，今天帮客人买一套房子，找到了这个洛杉矶网红经纪他们 Selling Sunset 的感觉。哇，这里就是对着洛杉矶的整个城市风景。然后这房子我们现在还在交易过程中，还没有买下来，所以不全面的展示了。先给大家看一下主卧室，这是主卧室的风景。看这个顶有多高。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泳池。我们的无边泳池，配上这个房子真的是算是悬空的房子。这个是城市的风景。今天非常不幸的是有山火，如果没有山火的话，这里LA 的这个建筑群天际线非常的漂亮。下面是知名的这个好莱坞大道，而且我们附近的这些建筑全部都是 custom home。 你看到那个房子白色屋顶的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等我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结束交易之后，我会帮大家拍一个完整的 video， 大家敬请期待。洛杉矶的网红豪宅来着，现在已经买好了。那本来打算买好之后给大家拍一个完整的详细的视频去展示他们，但是他们刚买进来就又要去做改建。 Hello Amy。 Hello。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 view。这里是洛杉矶 downtown 的无遮挡的风景，晚上的时候繁星点点，特别特别特别漂亮。今天稍微有一点雾霾，但是这个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们这个房子基本上是悬在空中的，是一个非常陡的坡，然后底下用钢梁架起来，整个房子架在空中。我脚下是树的树冠，看到没有？非常的震撼的感觉。一览众山小。好，我要介绍一下 David， 新的朋友。Hi， 大家好。他是屋主的同事。对，对，我是这边的同事。然后他很凑巧也是我的一个视频观众，所以看到我在拍视频，他就说想看一下真实版的是怎么拍的。然后我今天主要不会全部把这个房子全部拍进来，我主要是想拍他们现在要改造的这个部分。这里看起来不像是豪宅，对不对？这个是房子的负三层，我们停车的是地面那一层，下来之后第三层。但是这一层呢，有什么好处是它还没有计算在我们买的总的这个面积里，当他们被加进来之后，所有的 permit 全部完成，所以你的房子的面积就增加了，那你的房子的市值也增加了。同样我们会有这个 LA 的这个 view， 然后我们在这边会建立一个通道连接我们院子侧面的楼梯，所以你会有两个出入房子的这个楼梯，第一个是正门进来在室内下去，第二个是侧面的这个楼梯下来之后直接连到这个区域。他们打算把这里做成办公室或者是健身房，跟居住的部分完全分开。这边也会全部的利用起来。对，这边可能会是 boss 的 office。 是关门对吧？
然后这个后面还有空间，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斜坡嘛，房子是现在一个斜坡上面的，你看到这里是那个 concrete， 这里是那个水泥做的地基，看到这里是房子实际上这个地基。好，让我们回到室内豪华的部分，这个是第二卧室，同样也是有这样无限的城市风光。第二卧室的洗手间，室内的小酒吧，然后我们巨大的阳台。今天这个片子是一个预告片啊，不会特别详细的拍，但是还是非常激动的展示一下这个房子风景。你看到这里的客厅，然后它的院子要把它全部都做起来，这下面的这个院子一直到下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围墙都是我们的土地的边界，所以他们会把这底下全部开发出来，做成一层一层的像梯田一样的，然后这边还会加一个 deck。 哦，我们这个无边的泳池，呵呵，这个是我们停车的那一层边上下来的楼梯，然后转过去之后我们这边就可以到刚才形容的那个地下三层加建的办公空间，然后这边还会加一个阳台出来，然后这里过来看我们的无限的风景。哇，你为什么又适时的出现在我的画面里？ Why？ 我在想我刚才拍的好不好看，我重新拍一张。哇塞，这个 view， 这个风景真的是心旷神怡，这个风景。看这个屋顶，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设计，所有的这些玻璃全是对着外面的风景。再次重申，这只是一个预告片啊，这个房子的正片我会大概在一两个月时间吧，等他们装修结束和家具布置完毕之后给大家好好奉献出来。然后我帮屋主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他的朋友也是他公司的同事，现在要买这个房子旁边的这一间，很旧的这一间，把它给完全拆掉去重建。为什么？因为这间的 view 也是你们可能隔着房子看不到，完全无遮挡。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在我下一次发这个房子的完整的视频的时候，你们就会及时的收到通知。而且下一次不仅介绍这间房子，我还会介绍这个屋主是怎么在一年之内从20多万美金赚到100多万美金首付买下这个房子的。所以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们那一集视频见。奥斯卡颁奖的地方就在他们买的房子这个下山旁边，杜比剧院。这里就是好莱坞星光大道了，这边看我们耳湾的人就觉得是乡下，这边是城里。不知道之前的视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在星光大道如果遇到有人要给你光盘，说这是免费的，他赠送给你的，千万不要接，接了之后他就会问你要钱，他说哎，我在上面签个字啊干嘛的，然后他会在旁边喋喋不休的说，哎，我这光盘唱得很好啊，怎么怎么样，你才给我多少多少钱，很烦的。